哦，又是添加火种，添加火种是个很麻烦的东西。嗯哼，可是这个脚比较短，就二阿脚比较长了。这个好处理。可是银马修可以，好，我一样玩弗拉基亚撞击术。这应该不用传送，应该是银马修真炫炮，应该是可以。波波要上来就是，波波是要上来。試してみるかい？真好，这次 SS 百分之很简单。跑这里啊，我撞不到。了解。もう私の番？克制情况下攻防加30%。是哦。了解。克制情况、哦，那应该。全场生效。你脚不要不要克制到就 OK 啊。对，这么打这么快啊，已经打一些死了。啊，我的进度太慢了、啊。全场升降。何をしてるのか分かって。那真的不一定好啊，现在真的不，哇，糟糕，糟糕，没放到，没放到，没放到再动。準備完了です。何をしてる。所以有克制也没所谓，克制正30%伤害全场。算了算了，何をしてるのか分かって。ご命令を。これが私の信じる心。有克制无所谓。对，被他克制，他会加30%，哎，不好吧？那他加30%是很脏的吧？也会加啊。没有，他克制我，哎，他克制我是他加30%，不是我加30%吧？準備完了です。ご命令を。試してみるかい？他克制也会吧，他克制我应该是他加30%，不是我加30%吧。試してみるかい？要被克制加30%，那我那是没什么好打的啊。試してみるかい？从这里把它换掉。双方也加。对吗？然后放光剑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。好，哇，全偷走！那我不知道。就跟你说，这个太好偷了，看雷丁全部被偷光了、啊。但全场生效就很硬。对啊，雷丁全部被偷光就没戏上啊。まだ終わらないよ。就跟你说，这种天赋。这种中场的用弗拉基用偷超好用的，偷光他。嗯，雷丁赛被我一下撞死。好。はい。これが私の信じる心です。了解。何をしてるのか分かっているのか。
对，反正他那个掠夺掠下去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已经什么，完全被掠光。哎，对哦，拍谁？等一下，这场打完了，我立刻去开，忘记了。これが私の信じる心で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準備完了。何をしてる？快速把这个解决掉。这关是不是可以下面用炸弹？理论上可以。哎，不行，克里斯可以打两个。哎，炸弹赏三个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机会。了解。不过有机会炸弹。ご命令を。了解。そうだ。了解。你不进入危险就不会动。对啊。可以绕下去一直炸他，可以。这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了解。欸，回旋王为什么不能再动？欸，基地没到吗？为什么回旋王不能再动？欸，我回旋是哪里有问题？为什么旋王不能再动？試してみるかい？没转换职业，雷兵是圣职与没换职业，哦，职业一样。那不行，那就要先来处理这个。了解。糟糕，这样就变成要浪费回合了。何をしてるのか分かっている。準備完了。直接打。不是，二哈会撞到我，我闪不开，我闪不开二哈。二号会撞到我，我没办法闪，就我这边没办法闪掉。哇，这样有点麻烦。了解。ご命令を。準備完了です。感觉回合来不及，这样好像不对，完全错了。試してみるかい？对啊，换不到，换不到二哈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拼了拼了！直接来撞你啊，那看我把他撞死。試してみるかい？準備完了です。金瓜买装连续一个月没一件可以穿的。決着をつけよう。了解。了解。这个旁边不能撞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哎，闪不开。对对对对对。試してみるか？然后隐形墙是怎样？何をしてるのか分かっ。哇，又再动不到。回合数应该够了，九回合而已，不要那么急，不要那么急。好拼了，直接跟他玩，反正还有一次这个。直接换上来了。掠夺掉，全部用我的。了解。然后直接绕下来，撞。OK。都在预料之内。ご命令を。これが私の信じる心です。了解。
这个就会直接进去爆他。等我 CD 好，直接进去直接拨打就好了。没事啊，反正最后到了嘛。準備完了です。了解。好。ご命令。はい。再等我差一会儿。好，反过来操作，計画通り弄越他，試してみるかい？喷出来，試してみるかい？给他，把偷走，了解。好、哦、漂亮的骑士精神，对吧？撞死，对，这是对吧？脚剩一只就可以波波先上，再换，都抽。大这周你还要开什么等级呀、啊？应该跟之前一样。